对，中国也有七幺一号。哎，陈冠希老师，嗨，嗨，陈冠希老师，可以跟你合个影吗？跟小孩子一起的话，啊，我跟你单独合影。刚跟你讲什么？啊，听到我讲话吗？直播吧。啊，直播。我骂你吧。啊，没事没事。陈冠希老师骂人了啊！陈冠希老师骂人了，看到没啊？陈冠希老师骂人了啊！好笑吗？不要文明一点好吗？文明一点好吗？我没拍你，我路过。你刚刚你不是转过来是想什么意思？我们有礼貌，对不对？告诉大家，你下次见到我不要这样了，你知道了吗？我们有礼貌，好吧？我没那个意思，我在这边待很久了。你礼貌就不会转过来笑，好不好？我笑，我说老师很帅，你知道吧？我笑，我说老师很帅，我说老师很帅，对吧？我说老师很帅，没必要啊，老师。对不起，老师，对不起。还在不拍你，不拍你，老师。你还在直播什么呢？你直播什么？你要拍什么？你不能打我，你打我属于犯法。我有打你吗？你刚才踢我一脚，我没打你。你看到我当地的律师，你找啊？不是，你找啊，大哥，我全家都在这里的，你不要乱搞，你知道吧？乱搞什么？你这样子不太文明，我觉得你踢我一脚不太好。我们都有礼貌的人。Hey guys, hello, 你们好。你在街上下次碰到我这样的反应，我就会这样。你们看到吗？十万，我的微博有3000万人呢、啊。你想怎么样啊？你还跟着我，我就会这样。我去那边是吗？你刚刚不是走那边吗？不是，对、啊，你问你直播的人，你问你直播的人，他刚刚往哪一边走，好不好？我跟我小孩子不要乱搞我啊，好不好？没有拍你，大哥，我去买伞。我跟我小孩子的时候，你不要搞我。我全十万人，20万人，我跟现在跟你讲，你下次见到我跟我的小孩子，你不要搞我。我真的没有。够了吗？够了吗？我真的没有。你够了吗？我过路的，大哥。我没有拍他，我真路过买伞的，啊，我没有拍他，我路过买伞的。你没看我一直都很有礼貌吗？我说实话，首先我是见到他，我跟他很友好的打招呼，对吧？然后我也没有拍他的小孩，我一直上面对的是上面，然后他就直接开始怼我啊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过路的，我又没拍他的小孩，对不对？是不是、啊、陈冠希还踢我一脚，从后面，陈冠希从后面踢我一脚，你刚才不知道啊？他从后面踢我的包一脚，啊。